接壮丽的东都，如今一卷入战火，虽无宁日，不知何时能歇。你是昏聩无能，要想世道太平，百姓安养，也只能靠我们崔家军。并州城主韩立是个阴险狡诈、两面三刀的小人，与谋逆的孙静貌合神离。真没想到这李家居然有这么出色的子弟。小伟，你真觉得这些军可以联手吗？韩立这个蠢材，我还以为他铁马难耗的镇西军大伤元气。流离其人，心性坚忍，狡黠多智，大都督不必傲慢。这个国校卫生不行。